现在这个进入外太空以后，就是在飞船入轨以后，航天的感受啊，其实第一感受就最明显就是失重，因为我们在地面习惯了地球一个引力，那么进入外太空之后呢，这个血液头向分布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反应刚才讲就是心血管，这个心血管为什么有的航天员在外太空会出现运动病呢？它就是因为这个心血管调节能力差，适应不过来，那么调节不过来跟地面运车是一样的，它会出现呕吐，包括国外航天也有。其实这外太空对我们航天时间长时间的飞行最影响最大的就是骨丢失，就是缺钙。我当时就看到太阳升起和太阳落下的时候，那光线就是跟地面看的不一样。它其实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地面看的就是东方红光，太阳升起之前都红光，然后太阳慢慢的升起。那其实在外太空，至少我看至少得有四五种颜色，有红的，有黄的，还有一种蓝光，它是一层一层的。然后这些光都出来之后，然后太阳才出来。真正的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又不敢看了。太阳那个就是外太空像非常刺眼的一个大灯泡一样。最关键的还是你刚才讲到的心理素质。其实我跟张刚，我们现在包括现在的航天都是这种问题，其实就是一点一滴的积累。如果你的知识的储备到一定程度了，你操作熟练程度就是完全到考试的时候头全部可以通过了，那么你就有自己的自信心在一点点的增加。那么到你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对我这个任务充满了自信，我完成任务就是一点困难都没有，那么就是一种自信，你自信就是一种良好的心理素质。